预备两天了，哎呀，也希望大家好啊。好。然后就这是地震了，现在过年大家就抢手足。然后花莲那边情况不好，几家欢乐几家愁，就希望大家都有个好年过这样子。然后我列尽绵薄之力，希望可以抛砖引玉，让大家看到台湾另外一个地方花莲的情况这样子。这边新埔比较大家熟悉的是板条，对，板条，然后板条是一直是新埔的一个地方小吃，嗯，然后我们店里的一些特色的小吃，像是除了板条有泡菜口味的板条，然后有客家小炒，然后客人比较喜欢的是像泡菜臭豆腐、九层脆菇，嗯。这是那个我们新埔惯常的另外一种蔬食的变化嘛，对对对，日盛金豆腐。